1.1美元。现货金每安士报1742.6美元，升3.7美元。呢节财经消息报道完。40名记者会都有提，而家入院嘅情况咧，情况严重咗。譬如数据啦，以前咧一日咧6月初就30至40嘅啫，但系特别呢个礼拜咧。做過萬，呢度算唔算有警告咧？唐柏良時間，呢個係嘅，睇翻上升咗住院嘅數字噶嘛，集中喺60歲以上未完成疫苗接種，部分可能咧一針都未打，或者只係打咗2針。針對呢個問題最大，走啦，每日哦好啊，我等我三分鐘，我等我問啦。咁你可以聚焦翻，想嚟打我，鎖門，鎖門。鎖門好，得啦，我依家唔使啦，我依家走甩咗，我就上嚟警署报案。好，上水围公厕啊，得啦，我依家嚟警署报案。我依家唔使啦，我走咗啦。冇，佢袭击架车辆。的士搭几架的士打烂晒啲玻璃，好我而家去紧，唔使，依家我哋走咗啦，我哋已经离开现场，因为佢持空气要袭击我，佢持住空气，我要袭击佢，吓、啊？我净系中意你咋？我唔系，我系乘客，佢要袭击我，系我姓关，啊你等的士司机同你讲啊。喂，我是司机啊，我应该点做啊？而家我而家喺上水围，我而家冲走咗啦！佢破烂晒我啲玻璃，我即刻揸车走啊！系咪好期待江湖速报四个字出现呢？真系唔好意思啦，今日未有内情住，得啲背景资料啫。PPRB 话，寻晚11:11接获一位53岁姓关男子报警。在上水庆东路，一名男子怀疑用硬物刑事毁坏，报案男子手部受伤，案件列作刑事毁坏，交大埔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。如果我们收到了，会再同大家跟进的。记得 like、comment 和 share， 喜欢的给 super fans， 或者每月128蚊做自己友撑我们。下条片再见啦。